今天超级无敌冷，然后来泡温泉，等会进去给你们看哟。然后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。把腿放好，可以开个腿。我们的大白腿，哎，我看你的脚趾甲，圣诞款吗？怎么样，瞎弄？看一眼他的圣诞款脚趾甲。我没有。人腿好白啊，是吧？是我下午还有活动，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现在拿一下，因为明天周六日没有办法来拿。想知道就是申请意大利签证或是别的国家的签证的话，我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录一下，因为我所有的签证还有我家人的签证我都是就是自己办，也就不会交给中介那样，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赚这个钱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弄了比较多次之后我就已经很熟了，然后就是怎么准备资料啊，然后怎么弄的话都有一个比较之前的一些经验，我到时候分享给大家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我们在活动的现场，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活动的地方，我等一下带大家参观一下，这是小白。Hello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是浴空间，就是鲤鱼缸的一个会所，然后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在这里，然后这边还是挺有特色的，现在大家看一下吧。这边是一进来，然后这里面就放了很多。这是他演出的衣服应该，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画像，然后这是一些指示牌。其实鲤鱼缸的受众喜欢的人应该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级别的吧，年纪。这里是什么？你上次来他的一些发饰古董，还挺有特色的。这边是他那个戏道具哦，他之前的扮相，我有看过他在中央台的，哦，还不错耶。哇，这里好幽静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水幕，就是什么
就是、放电影屏幕电影不是它的镜子，嗯，这是一个半圆，可是它的镜子反射出来就是一个圆形，对，就是关于这里比较黑，但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，就可能有信仰的人就比较关注这个。对对对，然后这边墙上还有一些这种有佛像的画，宗教的东西，很安静，感觉很适合在里面冥想。他们的茶室，对，一个茶室接待客人或者是接待一些会所的会员吧，这种其实就还比较常见了。但这边整体的环境挺好的，还不错。哇，好好听哦。看这个头饰，其实虽然很精致，但这个颜色我看起来会有点害怕，有没有？还有这里，你看看这个屏幕是他之前所有的演出。嗯，其实我好像没有看过他完整的演出，不知道有没有他的粉丝。这个好看，就珍珠的，然后感觉很贵气。我们现在上二楼，然后它这个楼梯白白的，就是真的这个灯光是很好。我们在拍视频，嗨！哦，好香啊，这里。这边是过年的东西吗？哦，那又可以那个 ，OK。这边是他的介绍，还有故事。若错过这一站，恐怕再难觅如此珍贵的邂逅。感恩遇见，他那首歌刚好遇见你。然后还有这些他的东西，反正整墙都是他。对，以后也要弄一个我的会所。咋吗？你的会所里面全是美妆。对，放各种化妆品，来了就试个色。嗯。然后这边是二层，就是也是会放他一些奖片，就整个环境是特别特别幽静的那种，就是喝茶。然后他应该是信佛的。然后剩下就是我们晚宴的场所，然后这边就更加的幽静了，害不害怕？有点黑哟、哦，是这样的，就它里面有五个房间，就是不同的主题这样，然后每个房间就差不多都是长这样的。然后这边也会放一些字画什么的，然后下面去另外的房间，这样的很日式，这间蛮日式的。看这个，好漂亮！啊，这个好漂亮，珠光宝气的。然后是另外一间啊，这是今天晚宴的场所，看一下。然后就到了这个房间的尽头了。就是这种，哦，洗手间。哎，这些画是那些小朋友的是吧？画画的好好，小柯基。来一张。
就爱心人士可以拿来拍卖，帮他们捐点钱。哇，画的好好！哇，画的好好好！这些是那种就是残疾小朋友对吧？对，他们就是自闭症孩子。哇，画的好好！那像这样一幅画的价格大概是多少？不一样。哦，哇，这只超可爱的。边就是今天活动的那个晚宴的主的会场，然后大家就在这边吃晚宴，然后有一些讲座。这边这个就是那个景泰蓝故宫的一些这些珍稀珍贵的古董们，哇，感觉真的做的好精致哦。搞坏了赔不起是吧？把你压在这里，哇，真的画得好好。那这边是一些画，就是哇，感觉这个好吉祥的感觉。嗯，来，美女。哦，脸好大，我的妈！我很美吗？刚补完妆，这里的光超好的。哎，你挺适合这颜色的，这个颜色上镜都变了。感觉我们要吃个橘子。你在录吗？我们看。对呀、啊。录你还说脏话。可以消音后面哔哔哔三个。不，那还要加特效，剪辑很麻烦的。那好。我们先吃点东西。不然等一下活动开始就没时间吃了。哎呀，我来一条微信给你吧。哎，如果我长得像 B612里面那么好看就好。嗯。哇，大家看这个，这真的是藏在角落里的一套衣服哎。然后哇，那双鞋。然后大家看这幅画，不是画，这是一幅绣品。它下面踩着的是恶魔。 对，然后是千手观音。什么千手观音？你看那不是吗？佛图好吧。然后你看它上面有一层纱盖着的，然后我同事说这个全都是手工绣的哦。哇，真的是这个空间里的东西真的还蛮神奇的。茶道和古琴的表演，有请我们的表演艺术家们，掌声有请。后人称为景泰蓝，它是最具北京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术品之一，采用金银铜多种天然矿物质为原材料，集美术、工艺、雕刻、镶嵌、玻璃熔炼、冶金等专业技术为一体。现在的尤其是乾隆皇帝，他们对琴棋书画、茶酒花香无所不通，无所不用。我们帮助他们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们的甜品烤梨，卖相不好看。刚才借鉴的那道菜，为什么叫人间仙女？面人说的好，人间。
喽，大家，我刚刚回到家，然后你看我这个奇怪的刘海，然后就还没有长长，然后我现在，虽然吃了晚饭，然后就想吃零食，然后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薯片，就是韩国的这个怪味薯片，然后这两包我拆开了，一个是那个养乐多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雪碧的，然后我还有一包可乐味的没拆，但是呢我觉得养乐多的是最好吃的，就是比那个雪碧的要好吃，虽然我知道这么晚吃零食是罪过，但是因为晚餐真的那个饭不好吃，所以就稍微吃一下，然后我想看个电视剧综艺，我最近在看那个姐姐的花店，我觉得就是还挺好看的，就是把佛罗伦萨拍的挺美的，其实我之前是去过一次的，我觉得还好，就跟我看的不太一样，主要我喜欢那个小宋佳，我觉得他性格很好。